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好字啊。完成。我要福利，我要五张。福利五张。哦。 信送那个玉佩好了。说的速效药我素颜度五天一好哎，速药。 可以喝就好了哈，喝一喝就好了。啊，白纸呢？白纸在这里。还有那是干嘛？是你的那个，你说安泰说的要给15个，还是下礼拜？安泰说要抽。15个，15个啊！对，有在那边。我选15号，我选15号。 两千五，盐小说盐欠大老爷。来，拿来蒸鸡喝吧。拿蒸鸡喝吧。自己画画也。自己画也自己喝。自己画也自己喝。哎，阿春拿不是我，不要那外面的水，不是这个水啊！我说是叫你自己画，你自己喝啊，不是要摊子水啊。啊，你要摊子水啊。没有什么事。奇珍宫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？